好，我是李大美。Hello， 这是我的芳芳姐，我们家的混血芳芳姐。Hello， 太白了，咱俩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。她这个嘴唇上火了，然后上面长了一个小泡，她一直不敢把口罩取下来。是的，你们想画面美感。你隔着口罩都已经觉得你的盛世美颜了。我们今天呢准备去下午茶啊，我已经找好地方了。Let's go。今天换了个车开，而且它这是有曲面的。跟着芳芳姐真好，每天开不一样的车。我们找到了一家在江边的下午茶，把车刚刚停好。我的芳芳姐带着她儿子，你儿子走路还玩着手机呢。我看那个江边的位置，哇，这地方太巴适了。我看一下江边还有没有位置。我们是想坐这个边上的，但是位置全都满了，我们只能在这边等了。等到江边有位置了，小哥哥已经帮我们排上队了，点了几个茶点，好，一会儿就可以拍。其实就是在那个位置拍是最好看，能拍到后面那一栋楼。好，你先帮我把茶泡上吧。哎，我点的是啥茶我忘了，小青柑是吧？好的。哎，他我们是要等这个水烧开吧？啊，哇，好烫，小心一点哦。铜锅，这是铁的，没有像我们之前去太古里那个重。那个太古里，你一看那个那么轻啊，那一家我一拿，就完全是拿不起来的那一种。是吧？他只准备了一个茶杯。他你们这边四川啊，他就是要加茶杯的时候是要多加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前也是点这一壶呀，还挺便宜的，30多块钱。然后我们问服务员说要多拿一个茶杯，他又要多要了30多块钱。然后我跟我闺蜜为了省钱就说，算了，咱俩喝一个杯子吧，30块钱。他这个泡茶是这样的，这个壶很烫，他只能拿这个抢，拿上来。18是吧？我给你个3块。哎，袋子好一些啊，这边人性化一点，18块钱一个杯子，有位置了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赶紧换位置了。你让他坐那儿吧。哇，终于可以看美景了，哇，这样好看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嗯，他不喜欢喝茶，他长了这个，不影响好不好？不是我在你边上，我咋这么黑啊？你也挺白的，不是，你是白的发亮，我是正常人的那种黄。你中国人，亚洲人正常肤色。你看你的头发，我们家姐的头发是不用染的，天然亚麻色。天然亚麻色。对，我觉得你就适合这个。如果你染个黑头发，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，是吧？你的瞳孔是啥颜色？有点那个褐色的吧。褐色啊。褐色。嗯，主要还是白。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俄罗斯一生完孩子就显老，看我们家芳芳姐40了，说要保养好啊，这样子我们站在一起跟你站在一起多有违和感吧。是不是你说真的是俄罗斯有一些女的生完孩子会显老吗？有的会的，而且她发福的很厉害，就跟新疆那些女的是一样的。那只能说我们不是纯种的俄罗斯，我们是混血的。比较远了嘛，所以说还是要好一点点。哇，你真的太白了，看着你家儿子我都想我家儿子了，半个月都没见了。终于如愿以偿换到了这个位置上。芳芳姐，你觉得这个位置还不错吧？挺好的。芳芳姐为了省18块钱的杯子，也不能吹我的泡泡。哪里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多方便，你看一泡到位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要喝好喝一口，你能喝好几口。是的，嗯，我也这样想。泡茶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它这个盖子呢是有一个这个可以把盖子填下来，因为它这个是个铁壶，铜壶还是铁壶？应该是铜的，铜的，铜的。铁的会比较重一些啊。是的。然后把小青柑放到里面，把这个水呢往里面一倒，它下面是有酒精灯的，所以这样子呢也能保证它这个水温呢不会太凉，泡的时候也就这样泡，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，又简单。然后我们点了这几个甜点呢，是个四季啊，有四款甜点啊，一个是啥？麋鹿，麋鹿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是个梨子啊、对。春茶是个竹子，相思，哎，这个该不会是个豆腐吧？像不像豆腐？有点像。
这个是，那这个是啥？看他那一那一个啊写的。他有四，没有，他一共就给了三个标签耶。相思豆。这有点像那个，哎，一下想不起来了。这个是可以直接拿的，没有，这个是个甜点。就这一份是98，还是价格算还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它四个甜点，加上这个应该是5个，因为它就是一对有俩。咱们原来要点的那个叫啥？里面有芋泥的，是这个吗？不是的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记得好像也不是。嗯，大一些。但是点这个划算一点，其他的甜点单点大概要40-50吧。对。然后我们还点了这一些吃的，你先看看这些吃的，我们没有拍进去，因为这些是点给小朋友吃的。不太适合路径，知道吧？来，芳芳姐辛苦了，喝茶。谢谢啊。给你个最大的。谢谢啊。笑死了。好 ，OK。你可以试一下这个甜点了。你这四个最想吃哪一个？都可以吧，反正一会儿用那个叉子。我停的时候离那边太近了，所以我呢只能从副驾驶爬过去了。没事，瘦。喂，一步到位。嫉妒不？嫉妒，嫉妒。好了，芳芳姐，你也可以上车了。吃完下午茶，我们又来吃烧烤。上次这个烧烤没吃饱，今天呢直接他在店里面吃，打包我觉得味道还是没有那么好吃。坐门口吧。就坐这边舒服一点，坐这吧，给你煮个面好不好？他家有烤茄子吗？有，来个烤茄子吧。要大的，一整个的。看一下他家十几年的烧烤。20多年了。哦，难怪我说这么好吃呢，都是从头到尾纯烤熟的。这是我们今天点的烧烤，为什么每次要放葱啊？你把它抖掉。他们好喜欢吃葱啊，他们觉得香。你们这边烧烤好喜欢放葱吗？我不爱吃葱，葱不要钱的，随意吃吧。他茄子是不放蒜蓉的呀？放了蒜的没有？没有蒜蓉，我喜欢吃蒜蓉的，我们那边都会加蒜蓉。四川的烧烤，先吃个菌干，你看都是葱。纯粹葱不要钱。我们那边烧烤不会加葱的。那加啥？加调料，除了不加葱，香菜那些也不会加的。孜然会不会加？孜然。他们这边好像不吃孜然啊。也有吧。吃不出来孜然味。对，很少。辣椒粉，那个姐，你帮我再拿点辣椒粉吧，好不好？来成都以后变成非常能吃辣，你发现了吗？你让他再给你加一点辣椒。啊、嗯，拿个辣椒粉干碟，蘸一下吃。太吓人了。我感觉没下辣椒吗？你给我。你让他再直接把烧烤里面加呀、啊。啊？可以的。我怕你吃不了那么辣。我可以吃辣的，我怕你吃不了，我才说微辣的。是吗？我怕你，因为他这边你说辣的话，他会很辣。我这样撒会不会不？那 no, 那就让他去加一点辣椒。那让他拿去再多加一点。对对对。那个老板，你帮我把这份拿过去，再加多一点的辣椒，我这样撒不均匀，好不好？他要加多一点，真的会怕哦。对，再加一点辣子。辣子，加点辣椒。对，中辣就。拿个碟子嘛，拿起碟子。啊？他辣椒是不是不辣？感觉像蛮辣的样子。他家的辣椒不是辣，是什么？是咸。里面放了盐的。对，他家这个放了盐了，还有味精，我都能感觉得出来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蜜雪冰城的冰淇淋？因为它比肯德基好吃，每次都必点。现在我们要回家了，我要回酒店了，他要回家了。我的酒店呢，已经搬到离他比较近的地方了。以后两个人都可以经常在一起了，还很方便。不然对一个马大哈，天天要开那么远的车去找我不容易。我自己都觉得很难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下次约。拜拜。好。